很喜欢你。你很清楚我在做什么、啊、你真的很清楚你自己在干嘛吗？我非常骄傲，他有我独立的个性。你很骄傲。你会发现谁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。人家是好人家的女孩。你干。以后不要来往，反正他也配不上。跟我在一起很丢脸。放手啊！12月16日，周日晚间10点，公视人生剧展，台北8个人。